立晨，你打龙哥有信心吗？立晨，我打吗？可以啊。立晨，你如果打龙哥有信心，你就打龙哥，洁癖交给我。啊好。OK。加油，加油，立晨！加油，立晨！我也不是我打吉姆林经常都自己玩自己，把他压死了再赢。 我说开局就熬，是不是再熬一顿？我们应该想出去，你小心他那个白色轮你，漂亮的一个修正。我轮好熬啊！我看着呢，王五哥，他不给我点金拳的机会啊！ 小心碰放啊，立晨！我反面推，小心碰放。还好后跳了。好，漂亮！这个跳很有关键。五个上来脚背。火龙一上来就用了五格，还被打白了。漂亮！好反应啊！ 带走了吧？啊！我这不用修正，这个带走。这个能打死吗？不能吧？这个好像有修正，差一点点。啊！压力给到我，都知道我打龙哥了。啊！死了就。真的很压力人。压力。哇，2比2小分，2比2是不？啊！美丽交给你了，美丽，不要有压力。 输了也不怪你啊！我前面没打好，要不然现在赢都赢了。加油，美丽！又是JP打胜利，JP。